天秤台风，因为它从深圳开始就一直在我们的观测的一个可以进行的一个位置，所以我们因为我们预判它可能会影响到台湾，所以我们先前后后就规划了专门针对天秤台风规划了三次任务，那最第三次在今天早上才完成，就是27号早上8点。大爱二台今晚10点，今夜说新闻。